幅骏马图栩栩如生，原来不是用颜料画出来的，而是用小麦的秸秆剪贴而成。麦秆是民间常用的燃料和肥料，而通过麦秆剪贴技艺更加变成精美的艺术品。麦秆剪贴始于隋唐时期，2008年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一支支麦秆经过浸、分、蒸、漂、破、刮、染等20多道工序，变成不同形状，再以拼、贴、烫等的方式制作成画，光泽亮丽，生动立体。历史上曾经是皇家贡品，但是时代变迁加上制作复杂，传承到现在并不容易。为了保留古老艺术，传承人都积极创新。上海市级非遗传承人姚义佳将麦秆剪贴和苏州刺绣融合，开创佳绣一派。俗语话禾秆冚珍珠，中国人千百年来发挥创意，将生活融入艺术，令麦秆都变成了珍珠。传承与文化共融 ，ourchinastory.com 全新感受当代中国。